河南人出来要花点钱，要给河南人分点光，到哪里不要去老是想着白吃白住人家，明白吗？世界没有免费的东西。我不愿意听你拉着我，你们到我前面去。我也希望你走啊。我说你们到废城。你滚呐、啊！都在那个屋里边卷着嘞，一共是光那一天上午卷了两遍吧，三个多小时。这老年人民拉岁数了，都在底下蹲着坐啊，看着循环，妈的！你们在这里白吃白喝，你还要让人家把你当大爷一样，吃了喝了，从来不管别人死活的人。这个团本身就是把省下来的钱要拿出来花一点，花在哪里呢？一定是珠宝的，没有珠宝你们怎么可能用这个团队出来玩呢？这个手里啊，在那里边卖都是十八，到珠海里就卖几十块钱。办成五千，把五千扫了卡以后，拿出来两个，上面标的是三万八的，给他拿了两件，别管了，这两件归了你了。啊，这个是一万块钱，来了我去那小妹的文具给他一份，这是五块钱。我跟我家老板也花了这个5-6千块钱。俺说恐怕到那要是够格，他说是不但不够格，而且什么80块钱到底，不但收费了，就看他真去真便宜了。你如果说是3000吧，我情愿的话，我愿意去。我不愿意去，我不去，对不对？你当时说到明处，你咋说咋执行？你没有碰见过像这一次啊？强制购物卷到你不讲，就不让你出来。